当我正准备上班，闺蜜说自己被渣男打了。西门，早上打我。什么？喂，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啊？早上我们吵架的时候，他没忍住。行，你等着，我马上过来。不对啊，我要上班啊。有了。猜猜我要干什么？看我表演。先用黄色在膝盖上大面积打底，蘸取绿色和蓝色进行中和，在重点位置加深晕染，蘸取红色在局部加重，把胶水涂在膝盖上，手动风干。现在明白我要干什么了吧？风干后就可以抠出破皮的感觉了。再用红色和红棕色加深伤口，再拿红色唇釉做出流血的感觉，大功告成。老板，人家刚骑车摔了一跤，想跟你请个假。啊，看着挺严重的，那你赶紧去医院吧，不好不准回来。谢谢老板。何？